4月12号，凭借《我是歌手》超强穿透力高音震撼歌坛的黄绮珊，自加盟《全员加速中》第一季后，又确认加盟了湖南卫视全新打造的爆笑美食综艺《透先帝星期天》。以天籁高音为标签的黄妈，其实也是上得厅堂入得厨房，烧得一手好菜的全能主妇。在黄妈的微博上，经常能看到她晒出自己下厨烹饪的美食。而此次加盟美食综艺节目《透先帝星期天》，成为节目中的厨神代表。黄妈十分自信，一切都是小菜一碟。自《全员加速中》段子手大张伟与耿直黄妈的搭档，成为了节目中效果频出的喜剧担当和吐槽担当。这一次，厨神黄妈与小白大张伟在《透心底星期天》将再度搭档合作，联手挑战美食任务，可谓是笑点颇多，更是给自己起了一个更响亮的组合名称——金童玉女。芒果捞新闻，要想看到金童玉女组合会完成哪些料理任务，一定要锁定4月24号起湖南卫视22点首播的《透心底星期天》了。芒果 TV 也将全网独播。好的。